我们设了两条通道，继续保留我们原来的专家推荐的通道，他们叫 ANU。他们是完全颠覆了人们之前对藏族流行音乐的认知，把现在的流行音乐，像流行摇滚啊、电子啊、说唱啊，全部和他们的藏族的这种民歌的这种基底糅合起来，这是在我们原创歌坛当中，他们是独树一帜的。哇！听到了，怎么样？感觉感动。你们知道他是谁，所以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讲，你们怕的地方是在哪里？点在哪里？都是有点担忧的。一定要怕吗？让歌曲吐满满蓝天草苍狼